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条村庄一直流传着光之巨人的传说。一切都很顺利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在这一个地方，曾经有黑暗的魔神大肆破坏村庄，令到村庄的人苦不堪言。但是光之巨人突然出现，跟这个黑暗魔神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打败魔神之后，这一个在地上发出光辉的光之巨人，就好像完成了使命般，在群山之中消失了。从此之后，住在这一地方的人仍然深深相信，这一光之巨人现在还在深山的某一个地方安眠着。嘿，梁木，长老在找你呢。爷爷他在叫我。他在伊莎里屋你那里。多谢了，我龙。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山上有什么异样呢？那倒没有，什么事啊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New Super Gas 管制塔，叫真角训练生。这里是训练机 AS 5号的真角，你好。为庆祝你成功毕业，我们请了特别嘉宾。嘉宾？真角一训练生听着，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庆祝 party 了，你要快点回来，不要吃生猛的东西哦。是姐姐啊。训练全部完成，快请回来。哥长，完成了。异常现象，时空轴变得很混乱。我发现了怪兽了，总部请回答，总部请回答。可恶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Thank you.
些东西来了。对，雅姆，你就是在那里找到这个人的？我睡觉的时候感到有什么出现，就跑过去看了，不知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见到他了。亚母，还有呢？还有除了这个人之外有没有见到别的？长老大人，看来预言可能会实现。当黑暗的怪兽出现的时候，光之巨人就会复活过来了。我们绝对不可让光之巨人复活的。都古玛大人，光之巨人是什么？他就是我们这帮黑暗支配者的最大敌人。而且怪兽已经来了。他不就是大达拿？是，操纵这只怪兽去袭击村庄。我知道了，大蛇。是，要彻底的破坏村庄，一个不留。知道，我们是不可以让光之巨人那么容易复活的，不会的。去了。达达拿富有，跟着来。达达拿，不要留下我呀！这边，这边。这里是……你终于醒了。我究竟怎么会？是雅姆他将你救回来这里的。雅姆？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他只不过是你乘坐的那只雀已经死了。雀？没错了，是训练机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突然出现异常的气象，里面还有只怪兽。没错了，传送我来这里。怪兽，果然。长老，有一只从没见过的野兽正向村庄走过来。什么？大家精神点，哎，快点动手。是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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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快点，快点动手，快点！大
家听着，大家一定要镇定点，怪兽就交给我龙他们应付了，我们要快点先去山那里顶了。来了，我也要战斗，说到底那只怪兽也是我带来的。你行不行啊，你的身体。不用担心了，一起战斗了。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真角，我叫真角翼啊。还不行，等他们到了这边我们才攻击。快点啊！
么人？我是流浪者，这只怪兽让我来对付吧。你给人死定了。我不是死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做什么？没有啊。是吗？我走了。我们赶走他吧。不好啊，不可能的，这样我们钻进山里面去了。让开！让开！掉下来。怎么了？跳！厉害啊！向这边走，要不趴下。亚某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快去长老那里。大家暂时先到山上面避一避。这样啊，跟妈妈讲的这巴克拉很像啊。这只怪兽是我带来的，如果真的是的话，实在是太大意了，不过怪兽还可以战斗。但是那个巨人为什么会消失呢？原来是这样，巨人他还未完全的苏醒过来。既然这样，趁着这个机会，黑暗的魔神独孤孤，你听着，我要你破坏所有的事，绝对不可以让光着巨人复活呀。黑暗正在天空覆盖着。好了，大家快点到山洞里去。亚母，没事吧？魔龙，不好意思，我实在太大意了，这只怪兽并非我们的力量可以打败的，要不他……我先到了，有个巨人为了保护村庄而战，真的，真的。亚母，你一定在做梦了，我就没见过什么巨人了。亚母，他是不会说谎的，我想一定是因为让山给遮住了，所以我们看不到。一定是这样，亚母说的没错，我看到了。怪兽出现的时候，巨人都会出现。预言已经实现了，但究竟是哪一个呢？没错，那个流浪者曾经帮助过我，会不会是他呢？他很有型，是真正的勇者，呼唤巨人的一定是他。如果你们说我的
话可错了。真叫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我已经听大家讲过了，幸好有你们在这危急关头帮助我，我在全村人多谢你。没什么，不用那么客气。不知英雄的尊姓大名？我叫妈妈。妈妈，很有型啊！病巨人苏醒过来，其实是他，是真脚。你用了我的东西，是吗？没错。真脚，你是用这种成为巨人的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我是由很遥远的未来来的。因为遇到怪兽？是。我的爸爸真脚大悟是光之意志的继承人，这种神器跟我爸爸成为巨人的时候所具备的一样，叫做 Spark Lens， 很相似。Spark Lens？ 是的。那就行了，只要真脚再变成巨人保护我们村庄就行了。没错，拜托你帮帮我们吧，拜托。拜托了，如果可以的话我无所谓，只不过我爸爸曾经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普通的人，这一种心态看来仍然在我的身体里面，不想成为巨人，这种是继承了爸爸的遗传因子了。如果是妈妈的话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没有你那种特殊的能力。伊莎里巫女，在这段时间魔神可能会进攻，预言有没有提到哪些人可以成为巨人？根据预言，就在这个村子里面，如果真是的话，妈爸和真脚现在都在，两个都是。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村子里出生并且生活的人是嘀咕噜，嘀咕噜，嗯，他拥有一种超能力，就是他了，可以飞天，还可以跑得比怪兽还要快。来了，这种声音是？是嘀咕噜，是他们那帮人的声音。村庄，我们迟到了。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想不到会是这个。看看，飞高。破坏整个山，要找出巨人在哪里。就是让这只傻子。那是什么呢？看来是不剩下的那些，让我来对付你。等等，不要冲动啊，飞高。看招了，为大家报仇。飞高，可恶，一黑风走，一黑风走，死吧。可恶，又是被你阻碍。像是有人。是我，
一黑。方总，你们没事吧？你们没事吗？其他的嘀咕噜呢？修行的时候死了。我们本来想逃走的，但是我们感觉到村庄有危险呢，所以我们就回来看看。他是什么人呢？是勇士妈妈，他很厉害的，我们要帮助妈妈。等等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嘀咕噜吧。不要！一黑，咋的呢？你把我好好的掩护了，然后我就逐个的对付他们。好了。阿德纳气功，你没事吧？阿德纳气功，黑暗草之剑。是不会受你的邪术影响的，就交给我们去对付吧。大蛇，接着就轮到你了。消灭不能动的巨人。杨母，你做什么呢？杨母，如果不快点赶上的话，嘀咕噜他们会被怪兽吞掉的。杨母，杨母，来了，来了。什么？黑暗的魔神呢？你说什么？杨母，杜爷，杨母拜托你了。魔神正朝这里来，我先走了。跟亚母一起去呀，亚母，他一定可以帮助你的。妈妈和我龙很危险，而且魔神已经朝这里走来了。我一定要尝试多几次，成为光之巨人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亚母，亚母，亚母真是可怜呐。来了，魔神他来了！伊莎琳巫女，嘀咕噜的文章对亚母的清醒有帮助，那就是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，亚母他是真正的光之意志的继承人。那些事，不不不，快点帮我破坏巨人的石像！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
让我来对付他们。真脚，太好了，好。真脚，真脚，真脚，走了。好机会，真可恶。走上，快。那东西掉了，快拿上来，快。亚莫，亚莫，是女人，亚莫。
好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，亚莫，亚莫，做得好啊！我实在是难以置信啊！你才是真正的勇士。哎，大家，我们为真正的勇士庆祝一下！啊，好。妈妈，什么事？我觉得跟你不是第一次见面了。我也是。你跟我的姐姐很相像啊。不要开玩笑，我会生气的。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但是，看一看。我想我姐姐她不会相信我的。那说不定你是我以后的子孙，应该是了。再见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妈妈。真角，你会一直留在这里吗？我想我不会的。你也回不去了，你那只雀都已经……我会让它复活的，就好像那个光之巨人一样。哎呀，那我就寂寞了。我的家人一定在等着我回去呢。很久以后，这个地方就被叫做迪迦之村。至于迪迦之村遥远的回忆，经过几十个世纪以后，已经没人记得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事了。